Hello， 大家好，我是 Danny， 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蛮神奇的一个护肤霜，叫 Cellglò。其实它是针对我们人类有皮肤的人，而且不理我们是已经受了伤害的皮肤，还是漂亮的皮肤。那如果受了伤害的皮肤，它可以使它漂亮；那如果已经是很漂亮的皮肤，它可以使你的皮肤更健康。那这个护肤霜有点神奇，它源自于法国的科技，叫做植物胎盘素。那市面上我相信很多专业人士特别是在美容界的朋友们，那我想科技日新月异，那很多人会有各自的专长，但是学海无涯。那我在这里呢是最近才接触到这个东西，那这个东西是源自于法国，其实在法国已经流行了好几年，但是最近才要进入我们亚洲，那就是法国的一个最新的开发，一个新的科技叫做植物胎盘素。那胎盘素我们过去所认识的就是人类，早期的人类，后来就是动物，那今天我们已经发展到了植物胎盘素，而且最重要呢，它带给人类特别是在美容界新的希望，因为它是植物，而且我们在短时间内看到它的效果。那比如说我们有黑斑的，像我本身我本身就是因为黑斑，虽然我们是老男人了哈，但是我相信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漂亮一点。那在我用了短短的35天之内呢，看到我的那个黑斑淡化掉了，而且都是我身边的人跟我讲，而且我身边的人我都不告诉他们我在做什么，因为我想人可能会有那种感觉吧，哎呀，你自己的东西一定说你自己的东西好。那我相信我到现在为止还是不找我身边的人跟我一起经营这个生意啊。那我纯粹就是因为产品不错，我觉得产品好那是必然，但是呢消费者还有使用者的健康也非常重要。所以呢这瓶的护肤霜带给了我们人类很大的希望，原因它除了产品好之外呢，它既然还通过了马来西亚，也就是世界著名的那个理科大学，就是叫做 USM University Science Malaysia， 由他们专业的那个分析以及化验，这瓶护肤霜既然不含8种内固醇，各位，我相信如果有长期看医生的人，对内固醇这个名词应该有所了解吧？无论我们吃的还是我们用的，那我们就发觉到很多都含有内固醇。那除了内固醇之外呢，它还被验出来呢，既然不含市面上包括一些高级品牌、很贵很贵的品牌所含的那些漂白素，它也在里面找不到。还有荷尔蒙，从动物的荷尔蒙，还有那个猪的荷尔蒙，在这瓶里面都找不到。即它总共被化验了569种的毒品、毒药的成分，都不在这瓶里面发现到。那这份就是我手上所拿的报告了，这份就是我所拿到的手上的这些报告了。这里是长长的所有的成分，各位消费者，身为消费者的我们，第一我们要精明，就是产品好是必然，我们的健康和安全也是必然。所以我发觉到这个护肤霜确实有点神奇，因为一般像我们所碰到的产品好，但是却带给我们太多的副作用，它既然没有这方面的困扰。各位，它除了帮助我们皮肤之外，包括我们有压力的人它也可以用，就是当你有压力的时候，它也可以帮忙我们减压，它甚至蚊子咬它也可以帮助我们，女孩子经痛它也有帮忙的作用，还有那个拉皮皱纹，它就是有点神奇。我能够跟你分享的就这样子，我觉得身为消费者的你们，我们不妨给自己机会去试一试它。谢谢各位的收看。